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钟姐，就我们创业群台。今天我们来到了这边是位于清水的鳌峰路上。那这一间呢，我们之前曾经都有来过，今天又来到这场，就来这场玩一下。来吧，我们来试看看这一台。但是原本我们是没有要拍片的，我们自己去娃娃机店寻，有时候也会寻到我自己想玩的。那时候我想说无聊，看到哦，这水枪看起来蛮高追的啊，它有一个水的那个水箱，它是圆环，然后中间是一个水枪，你可以撑过去，在你的手腕上可以丢丢丢丢丢。我就想说，哎，我就很想要夹一个自己回去玩。然后这一台有一个联动的活动，就是夹这一台，它跟另一台可以联动，就是这一台也有刮刮乐，只是它不是在它这里，然后它可以刮中，上面有很多的奖品。结果我无意间想说，哎，出了一个，想说自己要玩，啊刮，它又中，然后看到它上面的奖品有一个让我们有一点小吸引力，就是上面这个儿童用的 Dyson 吸尘器，超可爱。那我们就再试着拼看看吧。来吧，我们就试试看吧。我刚刚有试一下这一台的弹性，就不用拼捏宝，全包就好。然后它尤其是在这里，这里最丢，逆斜甩全包，你可以往前一个，也没有到爆喷，但是它会往前抖一下。那时候我就抖一下，然后它跨在那里。还跨着呢？跨着就在全包啊。就一直逆全包，逆全包。然后它最漂亮的话，前面我觉得那一个点要一个东西。我刚刚它全包丢过去之后，它卡在那个点。如果四十五度角有一个东西，应该会直接掉出来。如果我们等一下再逆全，啊？这可以甩锅吗？好，试试看，还是这样子。甩打。这样子没有，这样子，啊咚。力道不够。再下来一个，其实这台是前推放，对啊，哎，其实它吸力好像也有，哎，对啊，不怕不怕，这台弹性其实还不错，然后再捏捏看，我先四十五度角这边要有一个，给我一个空间，好，先这样。然后我们逆从这个角度逆逆看，就是这个点，我刚刚就是这样子逆，它就往前射一个，啊，它没有全包到，刚刚那个是捏到，捏到一定会丢。这个，这个还好，这个其实你看就有点放了，如果它是包得很漂亮的话，那一下就是丢。你说这个啊？不重呢，算轻。我刚刚有拿到一个本体的，算轻。哦 ，Ricky， 哇，没有到那个外丢的点呢。这个角度还行。只是我们的腻都没有包得很漂亮，这下还一点点，还没有包到最下面。哦，哎呀，要拍的时候都不丢。对啊，我刚刚丢那一下超大力，直接嘣就直接在那里了，然后我就一个波它就出货了。哎，这个差不多，还是会不会这个点其实一吸就过了？这个点，哎呀，吃到，还是打薄一点会不错，像这样子，好像，对，这样子打好像比较好。二楼哦，哦，我觉得可以，因为这台的下爪其实也不快，打在二楼应该是可以爆吸，一楼都可以快吸出货了。只是我们要刮到那一台哦，机会其实有点小渺茫，有点多啊。对啊，哇，我想说都已经提早拍掉了，可以吃个薄一点，结果吃不了，左右
腻。来了吗？还是要捏饱，还是其实它很单纯，这样子就好。先把上面那个吸下。哇塞，可以到那个点。对啊，我觉得它二楼应该很好吸耶。二楼哦，好。一下就好。那我们先把它先打这三个吗？看能不能过来。可以。哇，那这个都来了。结果根本不是你的外丢全包。对呀、啊。你那个可能是好运。好运让我丢一个。对。然后要开拍的时候就不给我丢了，都要叫我们自己打二楼。这有办法吸上吗？可以，应该是可以。这台的抓力。其实蛮不错的，或者是下面那一个盒框比较好。反正它也会在二楼。重，齐。可是你越来越歪呢。不会啊，不会，我觉得还好，这还好。来了，丢。哎呀。这个应该是拨一下就有了吧，这个甩过去把它稍微扒一下就出了，然后这个能不能过来一点，顶抽放，嗯，这台顶抽真的是放，只要抽得到，不然就拨着拨着也好啊，金钱攻击，这个就是顶抽爪位了、欸、哦，来，还是不理他，我直接甩他。你这样两个都会卡住的。是吗？来，我觉得不一定哦。来，你看，完，这两个都卡住。你今天，不是啊，因为他那个就把那个空间缩小啦、啊。因为我的。原本我想说，我的解读是他甩过来之后，他会打到他的脚，两个就这样一起下去。你想太多了。好吧，没关系，都一样。有出就好。哦吼。钱包外丢，命就吸。哇，没想到，只有在没有开拍的时候，他才会让我丢。不然我们最后，其实我觉得我一定要试一个外丢感，就是比如说这一个，我们这些最后我们解掉的时候，先把上面解掉。对啊，可那两个有点小贴，等一下我那个应该也会先处理，先这样，再一个逆上去。螃蟹爪位，来来来，这个，然后那个能不能把它抖过去？先往前抖一下，好，来，只是这个就有点高，这个打两拍不行，要打多段一个推，然后一个二收，先把它吸下来。还是你让它乱丢？啊，我觉得不行不行，我们抱下去，我觉得它直接往后喷了，这样子。打一个多段半拍兼前推，先让它带下来。啊，我们刚刚也是从这个类似这种角度一直推点推点的，爪位不对。来来来，顶抽。嗯，直接过来。嗯，还行。是还救得回来啦。吸，他一定要先掉来这里。对啊 ，SOP 就对了。有了，然后你说这一个？对啊，会不会太遥远？还是直接把那个逆上去？对，那个逆上去，然后那个逆上完之后，我再处理那一个。那一个处理完，我们再处理这一堆，差不多了。
我这样打完，其实我们这一台出超多个哎。我跟你说可以吸啊。去。哎，我一开始也是，哎，第一个也是有点略吸哦。外丢丢过去，然后一个吸。这角度哦，是有点正。对，太正了。不然这样子，全包。啊。再给你全包，然后往后丢，弹下来，站着好。我觉得这台站着那个吸力是真的很不错。不会啊，只要吸得过来，其实都还好。我们只要把它吸下来之后，就可以慢慢做解决。这样子，再一次，下来吧，别撑了。来。哦，这是直接出，直接出，哇，我们跌到电源坏掉了，来吧，刚刚瞄了一下，出了六个了，这一个，哇，直接上，这个角度就有点小歪，太高，太高，它要高的话就要高在最高一点，要站着。再给你包下去，这样子站着，我觉得最后应该是，如果这个站着，这个能站着的话，至少可以再出可能两个。站着，而且最后东西越来越少，我就要来试我的外丢了。硬要呢？很想要就丢一个，你看哪有第一个丢出来，然后后面我都没有丢的。站着，哎。有点歪，对，这个要么抽过去，这个大起大落，这个大好大坏，来，大，对，再逆上去，还行，它可以用甩打把它打过去吗？应该是可以，你说这样子吗？对啊，可以，这样还是还行，可这角度，哎呀，哎呀。没想到这个掉下去了，上去，哎，来，可是它旁边又有点一个洞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们这个也是最后了，来，哇，吃太多，吃太多，它那个不是顶抽了，那个鬼加的 key 啊，稳稳的，金钱攻击一下，爪位不见了。稳稳的，你只要下来一下就好了。哦，来了。那这个要很稳哦。好。啊。虽然说还在啦，还在。就又要重来一次啊。对呀，虽然说这一台还 OK 啦。下来呀，可是有点高呢。对啊，再略抽略抽，再略抽，爪位。哦，来了。可是这个是吸的角度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样子，提早拍掉都还行。啊，哇，一吃到都不行。来呀、啊，再来！又来了！来呀、啊！有了！终于乖一点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波最后了。其实最下面会不会是丢一个弹一下？这个给他拍个保好了。拍个宝，它也可以躺掉。好像可以吸。应该是可以。哇！
要在那个下面。哼。哎哎 ，yes。没有啊。奇怪了。不应该啊，奇怪了，第一个是外，真的是外丢过去的、啊，有点边。来。啊啊啊！这个吃没有在吃这一半的啦。啊？就这个了啦。外丢，这是不应该啊！真的是哈，我再吸一个。好。哎呦，这里有一个三角处，啊，没了。有了，外丢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就能外丢啊！又没有丢到正门啊，又没有丢出货。开始啊，没有画面的那一个。虽然说我一开始那一个也没有到完全丢出货，但是它至少是丢到正门，然后我拨一下就出了。其实这台打确实是打拨比较顺手了。对嘛，直接吸就好了。这一个我再小捏一次。哇，这位置都会吃到哎、欸！对，这个位置就是最不理想的位置了。嘣，不管照播。还好呢、欸。第九个了哎、欸。是要打几个啦？刮到那一个呆神为主。吸。这个真的确定，如果我再出的话，确定最后一个了。逆一下，起来弹一下，挡好。哇塞！哎、欸，刚刚那个是边呢、欸。哎呀，没倒。再拨，再拨。它倒了。来。第十个哦，我们真的哦夹了超多，我来算一下，确定一下是不是十个。好，我们刚刚细算一下，总共夹了十个。你看这个地上满满的一排水枪，二四六八十，那这样总共十个呢，可以十刮，我们就过去刮一下，十刮，一人五刮，来吧。如果是尾数六，我有看那个Dyson，那个Dyson好像是七十六，嗯，来吧，我就为了拼七十六，一一二，我怎么好像隐隐约约有看到什么破百的？一二零哦，好，那这个一二共估七十五，哇，哎、欸、中哎、欸，那边有一个哎、欸，对哦，七十五，而且好像还不错的 G 五八公仔，性感，可以啦，可以，来第三刮，六十四，二号，八十五，没有，没有，好，那我就五刮中一个，那换你吧，九号，三十一，一一七。二九，最后一个五开头，五三，哎、欸，中，哎、欸，这样对，这样不错，这样我们算是蛮 peace 的，一人刮中一个。哦，虽然说没有刮中我们自己要的那个七十六小Dyson，但没关系，如果之后在外面有看到的话，我们再去拼拼看吧。嗯，好，我们这夹完了，这次我们龙夹这样子吧，非常的意外，从地上直接叠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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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一盒啊，我们是不是要再打一盒？不用了，那个哦，叠上去。高过机台，其实今天会打这一台是非常非常的意外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巡娃娃机或者是在娃娃机里面，也会看到我自己会好奇会想玩的东西。我是因为这个水枪，想说这个水枪很特别，它是一个手环，然后是一个水枪，然后穿过去这样子射，我会觉得它很可爱，很想要打一只回去玩，就殊不知打了一只，然后一刮入魂，中了一个奖品，然后又看到上面，然后我就在对奖品嘛，看到上面哦，这个东西非常不错，而且很可爱，小Dyson。哦，如果你今天小朋友啊，拿给他一个Dyson那边吸地，让他自己去吸，我觉得蛮可爱的。因为那个Dyson吸引了我，然后我们就来扫这一台，结果一打
总共打了11盒水枪，然后这11盒之中呢，刮中3个奖。我第一个1盒一发入魂，然后后面我们非常的 peace， 一人各刮中1个。我刮中了性感女公仔，然后你刮中了遥控车，今天真的是非常不错。只是有点小可惜，就是没有刮中我们自己要的76号。但没关系，之后如果在外面有看到的话，我们再去拼拼看吧。今天总共就加这样子，这时候想要抽什么呢？这个水枪我觉得不错，因为是真的我自己想玩哦，所以我才我们在没有拍片的情况，我去打个一个，想说回家玩一下就好。只是因为看到那个奖品，让我们继续了。那我们这个抽奖呢，就抽这个吧，非常可爱的一个鲨鱼水枪。然后这整体呢，回去你自己玩也好，小朋友玩也好，我觉得都蛮安全的啦，而且又可爱。那我们这次抽奖呢，就抽这个今天我自己很想要的鲨鱼水枪抽奖送给大家。那这一盒的抽码在片尾，大家看一下，喜欢的话记得拜拜。